呢？已经很亲切的给按下去了。我听到好熟悉的音乐，可我想不起来是哪里听过。是大乱斗的音乐，难怪我觉得很熟。这次开始了，在这个什么座头鲸市场的强塔，其实不就超级市场吗？强塔的话，重要的一些点就是这一代改的一个地方，就是它在预定的几个点会卡住个10秒左右，所以那边是非常激烈的战区。哦，因为它本来有规则就是要冲关嘛，它关卡一开，通常就是因为10秒钟会停滞，停滞时间通常反而是会让对方反击的一个好机会。后面看，先看。这个应该是那个野团的吧，他非常快的就开了。为什么野团的每个选手我都叫不出名字？五十，对，跳得很快，不错，那个用喇叭枪直接收掉对手，哦，不错。应该虽然塔是由用别人的钱去拿下的，但是整体而言。他转的一圈还马上暴击的，这个射击力很强。但是现在目前看起来，你会看他的走位比较慢，放他方向慢都有慢的一点，所以说我们刚刚发很大的功夫，他反击两下都好。台湾最拿的是应该是那个水球版本的，要砸烂。这边是以开个背包来做压制的，因为这边是重点，然后那个二打一，二打一，他背包是一个人开的背包。我们格林选手蛮精明的，就找到格林，还有格林，刚刚格林还蛮站蛮好位置在守的，但是在孤那个什么孤掌难鸣，一手难抵双拳，孤掌难鸣。一点就是没逮到，一点就是哎呀呀呀，他没逮到，因为就因为对方还是角度上面还是比较有，对，他视角没有其他对手，就是围殴的那种，把 A B B 的那个命中率往下去。我们这边也蛮凶的，那个老贝的那个 MOBA 的机会收下来了。水刀双射，还有一弹机。哦，是野团的水刀被打下来的那个巴拉多。野团完全被带走两个人了，这一波水刀攻击的双枪，反应非常快，在塔上毁掉了几个东西之后，就让他把路吐出来之后，开两弹再往后。飞机就被带走，这双枪，飞机被带走，这个双枪猛啊，但是上面的子队，子队目前应该是压制。他在一连贯那个做后射上，他那个看到法拉的过来，就靠他一连贯。你对这波攻击看来没有办法继续掌握，但我预测不是很难做出他的攻击。我看过他们花了蛮久时间，我跟你讲一下，牺牲了蛮多的人，现在目前有机会走。应该现在那个用别人神射，应该对那个双枪愤怒了。对啊，那这场有没有机会？没有，这左人，这场有没有机会用别人的双枪来刺伤我？哦，反应快。你是带就带走两个动作，快速的。哎呀，他刚被开枪这样子，还没有是我们的摄影教练。我们 A 边那录音到了，看完之后的声音，也录音感很激动。可是还是一枪没中，那不要放泡泡了。
我觉得很漂亮，可是被背刺了。不过队友帮他把那个伤口收掉，所以目前来讲状况是 OK 的。现在是喇叭枪跟中国这边的水刀枪，水刀枪，他第一跳就被水刀扫死了。水刀带走，但目前组队只剩一个人在现场。当喇叭没看到外面，现在直接把入口封住了，让他们出来。然后还是把地图这个差点没打到的啊！地图不可以，那么双可以放下。到那个挡后面的人，哇！这场比赛应该是由用别人的钱取得一胜，对吧？应该可以。两边也算是蛮激战的。好，你知道下一场比赛规则是格力，场地呢？非常受欢迎的，今天已经出来了。大家都希望能够进入海女美术大学哦。那目前规则是格力，那还是一样，来，我们在准备开始，双方在准备武器中。前一场比赛的烧肉的组合应该差不多吧。其实通常是算蛮正常，应该说不是正常，应该说蛮常见的。因为通常第二回合或第二场的时候，都是第一场就大概就同样的默契跟组合就到上场了，连武器都很好。其实武器不一样，我是指说跟前一场比赛他们也打了一场隔离。对，他们刚刚也，他们刚刚出了那个嘛蜡笔吧，然后伞是一样有一支，没错。好，比赛正式开始。把那个年蛋寿司，还有一把忘记什么，也忘了，算了。没关系，我们今天很随性啊。OK， 格力的海女美术大学。绿队，橘队。绿队是我们的烧肉。绿队是我们的。野团跟别人的钱，哎，啊，累死了！刚刚那个画面是，哎，野团断线了吗？好，没事，我没有，因为我们摄影机这边有点lag的。对，前两天的 DDQ 断的，那个应该吧？对啊，有人断了吗？有人断线，对，因为我刚才画面看起来lag一下，应该有人断线。那看来这场就视同，那就直接投到底吧。刚看到那个画面顿了一下，就立刻断掉了。断了。目前现场选手 FD 也遭到断线。现在大家，现在大家在非常快乐的努力帮忙传捡捡格。不是在场剩下六个人，就赶快投啦，大哥，你就直接投进去啦，不要再转啦。哦，他们要想直接冲四十颗吧，我猜，一口十颗。现在大家在努力的帮野团烧酒。填满了，直接用大球，七个上面刚好捡在第三颗球，这样子很快。另外队在帮忙，用别人的烧肉在帮忙捡。
我其实很少看到那个双方两方这么的有默契的，然后一起集气来丢丢球。我突然觉得这个画面好温馨啊！那个花瓶应该这样玩的，对不对？对啊。七个人让互相合作，都这样多美好的世界。八个人，因为少一个，那七个人。对，也是。对对对。这个应该叫美丽新世界吧？哇，好端端的杀什么人啊？我们还是丢蛤蜊。OK，F 天进来。这边要改一下那个最后面 FDN 对他好没有错那规则场是一样啊好跟你一样好好这场重来因为刚刚有人断线没有因为刚刚突然叫了一下以为我们选错人了对我们现场一阵小骚动不过大家名字都看不懂啊平常的名字现在都被改了，对啊，还是一样。听到大人都有。认别的钱是黄队，那也还是紫队，我们现在叫黄跟紫。然后刚刚的时候，现在呢，伟人哥已经在争得一分球的压制中线了。跑进来了，现在我这边看目前还没有观众，然后再看。一口气三杀，但目前那个紫队刚手算了，目前没有，没有人算，刚刚一口气他们紫队手算。但是刚刚现场喊出了这女的不太清楚王中旺怎么样。目前我从继续丢。一口气就拉开了那个分数区，然后再看紫队全部返回战场上。可是呢，哇，邪恶的蜡笔把那个天降当给他做了。OK， 现在目前局就损失三人，总算紫队，可紫队换紫队损失三人，然后换紫队开始进行一些反攻的动作。这边看情况很弱。我这边画面看是没看到紫队的，有没有听到比赛选手在喊那个画面队的？那是。现在目前在侦查，现场在目前侦查到底是网络问啊，到底是网络问题呢，还是我们在侦测的时候突然现场有某位选手开始用那个暗场侦查。好，那的话就会继续看。有位玩家的机子可能开了太久，然后系统有点。顿顿的，看起来并不是这个店家网络问，看起来并不是这种问题啊，难逃会在作为系统上出现。人们不知道去直接把头玩了，所以这场比赛算数吗？还是不算？你不要头啊，我不知道。不知道，双方现在开始进入很犹豫，可是很矛盾，但是持续不断。
比较不像网络的问题，因为刚刚是整个画面顿住，就是不太像是那个对手的会不会顺，觉得是整个画面，所以我觉得比较偏向是那个系统的问题，而不是网络的问题。这场就这场比赛也是不算是蛮不算，所以就是会再来第三次。我们真正的对手是。好，稍后一下，因为那个刚刚 lag 的那位选手他重开机了。没错，观众们不要怀疑，我们现在是第三回合，是真正最后一场。那这个最后一场呢？对，相信呢，就如果再发生任何意外的话，店长负责，店长负责。就户口请吃烧。没，不能用户口钱吃烧的好吗？那就是。好，我们把用别人改成用猪狗吧。啊，那这个队伍感觉我可能会那个。会瞬间变得有可能。看一下，应该没有变吧？游戏音乐，我这边好像没有特别动游戏音乐。没有，因为他重开，所以他回来是这个样子，没错。啊，不是，我不是说他，我是说观众在讲游戏音乐。游戏音乐听小声一点。知道怎么调嘞？收音的部分，我看看。不要乱动。Console， 要不然就请店长了，因为 OBS 是电。虽然看界面，我猜大概是上面这边啊。游戏的声音吗？上面这个对不对？这个对不对？应该是有。好的，好。好，评论吗？可能是我离麦克风也比较远。好，那请青蓝大概。其实评论现在在偷薪水，所以评论不讲话。哎、欸，不对，我没有薪水、啊。我们是无几职啊，所以。OK， 重新开赛啦！在中间正在抢蛤蜊，野团已经有人拿到不少蛤蜊的样子了。其实两边蛤蜊数量是差不多的。其实我发觉这种打法，我好像又看过了。哎、欸，我为什么会说又呢？好像他们打法跟上面前面两场对吧？因为刚刚讲好，我有这两边夹击死掉这位我包四个。好，拜拜。顺便带走 B B Q， 带走了邪恶的喇叭，邪恶的喇叭。现在就录音伞，难分难舍。最后的录音伞，录音伞，拜拜。F D， 拜拜。表示在目前能看到绿队略占优势，但是他们捡了很多，可是球始终没有击出的，没有击出任何球啊。球的数量比较多，被发现了。但是很快就跑开了，然后跑开后中了水刀了，就有点比较多运气不好，觉得啊，我终于躲过邪恶的蜡烛，但是没想到水刀在面前，外面有，后面有更万恶的水刀，水刀，没错，水刀 Must 在带，哇，这进不太去了，啊，糟糕，腿太短了，上不去，那像目前，他刚刚也被卡木了，第一处的水刀，哇，这个位置有点危险。他捡不到那个，但是一边捡不到球，所以那颗大球要掰了。你讲的没错，邪恶蜡笔，我们中肯，万恶的水高手就不中蜡笔的人家那个。再看 BBQ， 啊，蜡笔刚才对着对手的那个出口碰了不少东西，但这个双枪反应很快，这不是那么好打的，你要去支援一下 H。B B Q 思考了几秒，哦，现在目前换 B B Q 又顺了一下，翻转之后就转身了。啊！可是，哦，这球传出去了，传出去之后没有人接，但是仓鼠球立刻又重新再来运球。但很显然，哎、欸，有没有进呢？蓝队挡不住，进去了，哎呀，去了，绿队进了一球。绿队一直在那个球篮门口一直丢球，现在目前可是两人，可是对这一波攻势已经结束了。因为我刚好像听到那个的声音，就有点分析。然后这边就
可以说反打中枪是蛮不利的。绿队一直在寻找要求进攻的一条路线。这边蜡笔应该是可以把它收掉，因为那个位置站的明显是蜡笔优势。如果蜡笔再收一人，现在是要怎么推进去呢？因为对手大概也是一样，我们应该会万恶的水刀发动。现在水刀对推进的帮助有限，现在只能想办法大家配合大招，然后一起一波进去啦。哇哇，高高，刚刚双枪大概是用水球带走的那个吧。哦，水刀，但目前绿队总共损失了三颗球，两颗球，瞬间逆转，第三颗进了吗？进了，没有，进了，进了，分数一口气逆转回来。FPN 还在场上，刚刚大概复活跳回来，非常的快速，哇，第四颗球又进了，现在比数整个拉开。FTN 躲在旁边又偷偷扔了两颗球，现在比数整个拉到这么多。FTN 没了，球应该是收起来。FTN 战术成功，但是现在目前换绿队，这波攻势结束，绿队在寻找。刚那个泡泡放的还蛮好的。绿队想要尝试，前面也开了水刀出来，看有办法可以帮助双枪护进去，但是没想到有人躲在那个，反而被水刀掩护挡住了视线，看不到人被打死。所以水刀算可以保护队友，但是会打太多。绿队就没有发现蓝队友在退场，蓝队友算被刺吧，这个应该算。然后他是单纯没有地，然后没错，往旁边走。然后现在目前那颗球，蓝队球放。可是没有这个球会捡到吗？有人救，有人救，有人捡到了！哇，球门一开，球门开，惩罚时间，但是人不够，人不够，他们被打退了，那个门只有打开而已。但时间只剩下最后五秒了。好，延长比赛，延长有没有 overtime 的时间之内，最后这颗球，我这边分数是有点差距，所以他们没有一波射到够的大球的话，而且 overtime 的时间有限，但是蓝队同时也有一颗球，我这边顺利收掉人，后面还有一支，哇，那个闪开出来真是时候，比赛结束。别人的钱终究比较香嘛，所以用别人的钱再次获得。换我上场，哎，拜拜。我不太清楚。